其实我觉得这部剧好看的地方非常多，因为一方面是，我觉得现在大家也都蛮流行的姐弟恋的，就是我觉得是探讨姐姐跟弟弟，就是姐弟恋之间啊。然后我觉得中间主角从男孩转变成到男孩的过程，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的。包括我们虽然是他的高中同学，但我们也会陪着张轩睿一起成长，然后蜕变，变成一个更强的男人了、啊。我觉得好看的地方有很多，重点是卡斯也都非常非常坚强，然后大家也都非常投入在里面，演得非常非常的好，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准时收看。